今天是下午3:40的飞机就要飞台北了，我最受不了这种分别的时候。妈妈痛哭不已，好好照顾自己，都抱一下，自己照顾好了。满满的亚运会的气氛。这人也太多了吧？红的，红的是什么？从大陆回来半年多，我是天天的，狼狈模样，一片狼藉。我现在要开始理我的东西，大扫除了。Life is good. Doris. 暑假结束了，要飞回台北读研究生了。嗨，我是3:40的飞机从杭州萧山机场直飞台北桃园机场，其实还要挺久的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在这个候机的地方了。我感觉真的每次都是这样，每次呢要离开台北了就开始舍不得，然后每次杭州待久了要离开杭州又开始舍不得，这可能就是甜蜜的负担吧，因为太热爱所以才难舍难分吧。要走了，妈妈舍不得我离开。看说不哭。刚才我妈一定要来送我，我说我自己下来吧，我让我妈不要来送我，因为我最讨厌这种离别的环节了，我觉得特别忧伤。拜拜，好好照顾自己，都抱我一下。在外面不打去吧？不用了。你包子呗，这是你给你的。他好像在拖延时间。这个干嘛的？这从上面拿下来。我就说嘛，嘎嘎嘎嘎。真的要走了？我自己照顾好了。好的，拜拜。他刚才说他不哭，但他已经哭得稀里哗啦。因为我今天找了一个司机帮我送到萧山机场，因为我爸还要上班啊，我还是。找人帮我送去好，因为我也不想看到他哭，我最受不了这种分别的时候，真的很难受。但是现在嘛，不会像以前那样疫情这么严重，就是真的3年没有回来，我最长一次真的3年没有回杭州。现在的话就是寒暑假都能回去，然后如果平常放假的话想飞就飞回来，这样比较方便了。然后我就这样跟我妈说，有什么好伤心的？你想你女儿去那边也是在学习，然后是在过更开心的日子，对吧？像我好她也好那种。虽然说分别还是很难过的，但是你换个角度想一想。我的研究生快要开学了，因为新生还要参加一些活动嘛，就研一，所以就要早点去。我已经撂下了，等一下我拿着一堆行李在台北街头，不是到家里行李的狼狈模样。一片狼藉在啊，等下再说吧，拜拜，等下台北见。哪儿都是杭州亚运标语。我也是第一次。来的是那个7月底的时候回来嘛，那天太晚了没有仔细看，我发现这边满满的亚运会的气息，就是真的一整个杭州欢迎你。他在干嘛？美女你好，请让一下。笑死，他要去把行李托运一下。来的也比较早，因为我想等一下可以逛一会儿。我是3:40的飞机，比我疫情之前的萧山机场更大了。我上一次回杭州的时候就感受到了，因为前几年回来嘛，因为疫情都是杭州不能直飞，只能飞那个上海浦东。现在感觉这个萧山机场真的大的我已经绕不过来了。我现在去看一下，哎呀，真的很大。太好了，两个托运都没超重。Oh, it's so good to be free. Your rules don't apply to me, no. 登机。也是为您提供。今天前往台北的预计飞行时间是1小时20分钟。真的很快。杭州拜拜。
全车系好安全带。当遇到不稳定气流时，这个鸡肉肠面包超好吃，看着普通但味道惊艳，哥哥酸奶，很不错的下午茶小点心。And I'll be wait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sun. Season that window has been before. Close the curtains, what you're waiting for. 平安抵达，台湾我回来了。这个人也太多了吧？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入境？司机说他已经到了。我不能走台湾本地人的通道，所以要排队。和司机解释一下，估计还要等很久。One hour later， 出境成功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我现在已经成功抵达桃园机场，然后等我的司机来接我。我现在在这个25号这个口子上，我已经感受到一股闷热感，感受到台湾的空气，这比杭州热多了。轿车平台随机安排的司机，抱歉让您久等了。这边过桥多久啊？一个半小时。啊、哦。一个小时40分钟，走西边的快一点。嗯。这几公里，结果你的时间比较还长，为什么？一般哦，因为堵车。红的，红的是什么？塞车吗？大塞车是红的。啊、哦。血红啊。血红。还好你早回来，不然我明天能不能回来有问题。还好我没有改机票，我本来想说。改明天。嗯，本来想改的，幸好，明天搞不好那个飞机要延误什么的。对啊，一定延误的。而且正往台北跑，对的，整个车都黑的，车都黑了，不洗又很难看，每天在洗车，然后洗。司机很健谈，一路上聊天时间就过超快。他因为这上班有点，他刚从大陆回来半年，很习惯那种生活。临沂去买一盒水果，啊、哦，说买水果很便宜，1毛钱，这可以抵扣，还有那个走路的步数，对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还可以抵扣。你看我玩的多么出神入化，我从大陆回来半年的，我还是天天的，他每天都浇水。然后跟人家施肥合种的，真的，你们看到我养鸡吗？嗯，那还可以加速看，我的出神入化了。很幸运遇到一个善良又幽默的司机。更感动的是，他帮我把行李搬到了楼上。好人一生平安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我现在已经到我的淡水家里了。然后走进来，确实还是一股霉味。经过我上一次寒假回来的经验，我让我邻居姐姐定期就帮我来通风一下，避免我回来的时候再遇到一片霉菌的惨象。但是我回来还是有股那种感觉。我现在要开始理我的东西，然后大扫除了。虽然现在很晚了，但是我必须把这个事情今天了结完，不然我这个性格吧，如果今天不做完，我就不舒服，就睡不着，不能拖到明天，对吧？今日事今日毕，我今天要美美的睡上一觉，所以开始干吧。我的冰箱里面都是一层霉菌，你说这边台北淡水它的湿气有多重？你们看看这个冰箱里都是一股发霉的，哎呀，我真是醉了。哎，我一定能成功的，加油。每次回来都是要大扫除，结果第二天中午才全部整理和打扫完。傻事都自己扛着，加油吧阿贝。Baby, staring at my halo, staring, but the way that you